Hello， 各位好朋友，我想同大家讲声咧，我哋下一个星期嘅直播咧会有啲变动，咁我哋都尝试咁睇下点样可以做到更加好嘅效果啦。我哋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晚9点钟，夜晚黑9点钟，我哋会开抖音直播，即系连咗3晚，星期五、六日都系抖音做直播，都系9点钟。当然啦，如果我忽然间有啲紧要嘢要做咧，我都会提前通知大家，唔使等我嘅。咁今个星期咧，即系11月26、27、28，即系星期五、星期六、星期日，连咗3晚9点钟，我喺抖音做直播，希望你哋支持下我啦，多谢各位好朋友。我想跟大家公布一下，我下一周的安排会有一些变动。周五、周六、周日晚上9点钟呢，我会连续开3天的抖音直播。当然，如果因为临时有事情、重要的事情取消的话呢，我也会告诉大家，不要在那里等我。这一周呢，我会在11月26、27、28，就是这一周的周五、周六、周日，连续3晚9点钟做抖音直播。希望你们可以来到我的直播间来支持我啊，谢谢。谢谢，我们到时候见。希望新的尝试可以带来更加好的效果。我知道你们也希望我更加好，谢谢。如今青年又有谁人共，一人独醉思念中，被你深情誓言醉了我愁容。